这是很少见的一个选手，这个国家本身也是很少在这个世界杯体操系列赛当中亮相。这是屈臣氏撑水平十字，做得不错的。这是曼帆山撑直角十字，看起来这位运动员力量不小，还比较轻松地完成十字支撑。这前摆上撑直角支撑，这是向后大环。哦，下法有点问题。下法有问题。嗯。除了下法之外，他还是不错的。作为一位阿尔及利亚运动员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的发展中国家，这么一个体操队的运动员，能够完成到这样的水准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像这样的力量练习，这样练的动作，他要练很多年才可以成的。比如说一个十字支撑，他有时候有的运动员要练那么一两年两三年才可以完成。而且力量练习的时间用的很多。他的下法动作要扣0.2，他因为除了往前迈两步以外，